相恨是刹那，任你一根风化莲蓉，山藤人文见证生命，我们是人文真善美，愿将顺心至诚奉献，宗旨妙法志向传颂，分享喜悦传递温情，愿将身心至诚奉献，宗旨妙法志向传颂，分享喜悦传递。站这边，然后我们原先的材料，我们已经放在要学的笔法里面不是有请的，应该不是，就不是了，确实你不是，那个不是。要给你这么感激，你找到家，所以接下来，所以今天在座各位。开始看我，来，好，来呀，快来呀，快来！我们要代表，是，这个人物一定有点卖力，你好，你好，辛苦啊。